有请吴正德老师。
到那个开始。然后我觉得，当然以后长大不应该跟我们一样重新面临家庭工作，但是我相信你的投资淬炼了他们有一个懂得音乐，甚至愿意学习音乐，或者以后他可能是走进音乐厅，坐在那边是个有耳朵可以鉴赏音乐美学的观众。不管如何，我觉得对孩子来说，这样的学习经验都是好的。那至于他们喜不喜欢音乐呢，只要问他们。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，在他小学经历过这样的学习过程之后，他对音乐只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演奏这首曲子。你要不要讲一下怎么去？不用英文。也许吧。掌声欢迎他们。
就在这边，希望你们继续支持你的孩子学音乐，那也在座各位家庭美满，然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，祝你们前程似锦。谢谢各位，我要拜拜。亲友团，现在是你们的时间哦。